你知道我们有做一个星座排行榜，到底什么星座的人越挫越勇？来公布第三名哦，第三名是狮子座哦，票数有851票，占将近。那狮子座大家觉得越挫越勇，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不服输的火象星座。对对，好，第二名。第二名是谁呢？票数占12.41%，那就是896票的天蝎座，就是我。我们当然不服输啊，我们当然越挫越勇啊，因为天蝎座就是吃那个挫折长大的。因为天蝎座很想要证明自己可以，是，所以当你说他不可以，他就越想证明可以。如果不是这个挫折，他每天躺在那边吃东西就好了。天蝎座其实有懒惰的一面，可是你批评他，他反而会觉得我想要证明我可以。我做给你看。对，好，第一名大家都众望所归，得票数高达13.49%，还是比前两名高很多，974票，那就是摩羯座。他说有一个网友他就讲，他说摩羯女就算被人讨厌，为了业绩还是会低着身段继续工作，就是他是能放下身段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欢迎按赞分享及追踪哦。新时代调研所每周三四 Line Today 娱乐看片分类页准时上线。